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各位秀一下，各位三月份要结束了，自己问一下自己，你到底赚到钱了没有？如果没有，各位跟着陈立豪，人的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机会，各位当机会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真正掌握陈立豪？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今天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去把你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等一下我从头到尾要用手机验证，让你看一看一档股票短短的一天之内赚了59块，做多赚39，今天放空也赚20块。各位，做股票真的一点都不难，只要你相信陈立豪，我们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让你看一看这两天，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陈立豪的电视节目，各位昨天要重播？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在开，为的就是下个礼拜的股票。各位你知道吗？跟着立豪的会员太幸福了，真的很幸福，很多的困难度全部交给我，他们只要跟着我的手机进进出出就好了。做股票一点都不难，难在陈立豪，我苦命，知道吗？我辛苦，但是各位值得。我真的很希望我的会员能够每天都赚大钱，每天都有钱赚，真的。各位，一档股票做到淋漓尽致，先不要讲四星 KY， 也不要讲力旺，就讲金星科就好。3月22号、23号，就是昨天跟前天，各位，金星科是不是比较弱势？因为在之前我们在580附近就出掉了，所以各位连续两天，3月22跟3月23打下来，打到535到540。等一下你会看到我告诉会员540附近赶快去买。各位今天砰一声又到579，赚了39块。而且各位，我不但上去哦，我还建议做短线放空哦。各位结果又打下来，你看看股票真的要多吗？股票不要多好不好？今天纵使你去找一下涨停板的股票，哪一只股票来回做价差一天有59块的，有吗？你去找给我看，只有陈立豪的股票可以。各位10张就好，就算你做多就好，10张也39万呢，你放空也罢，10张也20万呢，啊，那各位100张呢？吓死人了！100张如果做多，就算你昨天买到今天，100张就好，390万，吓死人了！你愿不愿意做而已啊？你愿不愿意相信陈立豪？我每次都跟你讲，我们不会造假，不会作弊，不会欺骗，不会吹牛。你认为我在喊口号吗？各位来，你看到这两天啊，3月23、3月24，就是今天凌晨的美国股市依然在盲点测试。你看，3月23，美国股市依然盲点测试啊，你看到没有？盲点测试。你看看今天凌晨的3月24也是一样，你看，盲点测试。各位，我有骗你吗？哎，我是陈立豪，哎，我叫陈立豪，你听得懂吗？不会造假，不会作弊，不会欺骗的老师，哎，我叫陈立豪。各位，这两天我有拿一档股票说，手气中2号马上来电，有没有？我等一下如果打开，不是我送给你们的股票，或者我在一边造假作弊，我退出股市，好不好？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投顾老师做得到了，只有陈立豪而已、啊、各位你先看一下，你看我都真真实实，我不会造假、哦、各位这是可以移动的、哦、你看3月22号礼拜三、哦、
另外6533金星科在最后的洗盘呢，各位3月22号我就在讲金星科已经在最后洗盘了，因为法人朋友建议目标价是640嘛，所以各位注意哦，你看看哦，我在3月22日已经买了哦，第二通你再看看这边来，你看这里我讲什么，再看目前的6533金星科就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做3680的那个，有没有3680的那个什么加登吗？结果加登也冲上去了吗？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说，目前的6533金星科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耐心，仔细想一想，其实在540附近这边也不过就是我们昨天买进建议的价位啊，啊，投信法人的目标也没变呢、啊。各位540有多少买多少，那各位你看看，你看看昨天3月23号哦，还有更低535，你看，你注意看，你看昨天我放大一点给你看，各位昨天最低还有534，你敢买吗？如果你没有成立好，你根本不会买啦。为什么？因为那个图形很难看，图形很难看，你不会敢买。可是我们540就买，我们3月22号就买，昨天3月23我去开会，你知道吗？所以我电视不是重播吗？我去开会，结果打到534、535，我的会员跟我讲，老师啊怎么办？我跟我的会员讲说，怎么办？赶快全力再买再加嘛。各位昨天到今天而已，马上赚39块，你看各位。所以我在今天你看啊、哦，我在这边已经讲了很久了，你看6533有没有金星科？我不是电视上讲的节目吗？电视节目要送出去的股票就是6533金星科啊，我有骗你吗？我跟其他老师又不一样。结果各位后来你看消息出来了，金星科的利多出来了，各位到了昨天，你看昨天我又分析了一大段，对不对？我后来还是讲什么？还是讲金星科，还是讲金星科。各位报纸马上出来，你看报纸出来了，金星科怎么样？续旺，今年赚拼赚一个股本。你看，我告诉我的会员，我说我陈立豪是谁？我陈立豪在股市35年了呢，我讲的股票报章媒体杂志一定会出的啦，真的，真的啦。那各位，今天冲上来了呢？你看，各位，今天冲上来了，冲上来，你看看今天两个字，各位看今天两个字，你看看我怎么带出哈？你注意看。各位今天一大早我就在讲了金星科，金星科569到579短出，有没有短出哦？各位今天来了没有？来了，你看今天金星科最高多少？579，准不准？准到吓死你，准不准？准到吓死你。所以各位你看，所以我的会员问、我们出掉了，出掉之后我的会员问我今天两个字，请问老师金星科569到579可以放空吗？各位我跟他讲什么，他连续问两次哦，可以放空吗？我说可以。各位我做多3月22到23我买了540以下通通买，你不要我通通买，那两天很弱势啊，跟那个软柿子一样啊，我就买，买了之后今天冲上来赚了39块，我出了，出了之后先放空。各位我是谁？一流的老师啊，手机都给你看了嘛，对不对？我不会造假作弊耶。各位还有昨天我一个会员更好玩，他玩当冲，昨天我刚好在开会，因为我没办法接电话，在开会传讯息给我，老师可不可以玩当冲？你看我写什么，昨天3月23号，昨天老师请问今天金星科适合做进场捡便宜吗？我说可以可以可以啊。各位结果你看呢、啊？谢谢老师今天很棒的指点，金星科今天535入场，刚刚自己在尾盘540左右玩当冲，这是昨天哦，他昨天玩当冲都赚10块钱哦。你看他又讲什么？你看这是昨天的，他又说希望明天再有机会再入场，我说 OK， 有没有？我说 OK， 每天都在玩当冲，每天都有价差可以赚，这就是我的会员呐、啊，懂我意思吗？一流的。一流的。各位股票要多吗？不用多、啊、
不用多、啊。各位，你看3月22买，3月23，昨天还有更低价，你敢买吗？买回。各位，昨天打到最低点，你敢买吗？买回，对不对？而且各位，你看哦，3月24，今天马上冲上来，哎，579，9:27:26来到579。各位，你看我几点就在讲，你看，我今天一大早，今天一大早几点？你看这几点？7点几分？7:55。各位，我讲什么？金星科569到579要短出啊。我为什么要写到579？因为我很厉害啊，因为我超厉害的。给我们现在累积2118块，2118，哎，台语就讲2118块啊，对不对？好，2118块了呢，开玩笑，我的目标是5000块哦，5000块。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有这么难吗？你买10张就好，好不好？各位，真实富贵，10张就好，39万，100张390万。各位，昨天我的会员买到之后，踹了一蛋了。有些会员买到啊，老师啊，怎么会这样？老师啊，老师怎么买到542、543的？老师怎么会打回到535？我说打回来要让你买的，人家故意洗盘，人家故意洗盘呢、啊。很多人他看不懂嘛，很多散户他真的不懂什么叫洗盘，你知道吗？各位，一个主力要作价，一个法人要作价，他吃不到货，他要不要往下杀？他一定杀下来洗一洗啊，让你们这些担心受怕的小白，让你们这边搞不清楚状况就乱杀股票，你一杀出来被他们全部收走了，啪上去了，你就欲哭无泪啊。全市场在台湾80%的投资人都是这样，永远被追高杀低啊！当初我跟你讲台积电，我说什么？我说500块附近赶快去买就对了啦，500到505块赶快去买。你看到今天，你看，各位，台积电到今天多少？你看我500到505去买的呢，我的天哪、啊！3月16号买的，各位到今天还在涨呢，还在涨呢，你看看还在涨呢。我会骗你吗？我要跟其他老师又不同，我跟你说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不会欺骗，不会吹牛呢，你就不相信。所以各位做多10张39万，100张390万，而且各位今天还去放空，我的天哪、啊！来继续看手机的内容，继续看哦，你看看我怎么带会员的、哦、各位，今天找我的会员说可以放空吗？我说可以嘛，各位，你看放空之后我们多少回补？各位注意看哦，我念给你听来。会员注意，各位，今天两个字可以移动的嘛，对不对？会员注意，温馨提醒：6533金星科放空575到579的人，现在560附近，请全部回补获利出场，保留资金。有没有来？来了，你看，各位，你看。你看，尾盘还收到，这边打到最低还55几嘞，哎，最低还55几嘞，对不对？最低还打到哪里？559，哎，这边还有更低的，对，这边还有更低的556啊，556的样子，我记得556，对不对？哎，回补到随便也赚钱，赚了20几块以上，对不对？558，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收盘也收560，再怎么样也是赚呢、啊，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你跟着陈立豪多高兴啊，做多也赚，放空也赚，对不对？而且我还带你做多逢高出场兼放空回补，一流的。所以各位，你看又赚20块，累积2118块了呢，开玩笑，我是谁？股市一流的老师呢，开玩笑，对不对？你打死我，我都不相信有哪一个投顾老师可以像陈立豪一样从头到尾验证给你看。吹牛倒是很会了，吹牛很厉害了，我不会吹牛，我也不会作弊，我也不会造假。各位，再让你看一档股票好不好？再让你看一档股票。各位，这档股票叫智源，对不对？今天有没有飙到涨停板？各位，我有一些
不一样的会员手中就有了，昨天就买了，今天带出了3035的智元，200附近买的，今天冲到215到218全出了。做股票有这么难吗？哈，有没有这么难？不难呢，难在你的心里面而已啊。各位，我讲，我3月22、3月23买到，对不对？你看报纸就出来了，3月22就进场，3月23报纸就出来了。金星科旭旺今年拼一个股本。老师，老师，这报纸出来的大力多了，要不要报久一点？不用报久一点了，你跟着我做就好，我做个短线就好了。报章媒体杂志出来拉高，我就出给你了。各位，我太清楚报章媒体杂志在玩什么把戏。哎，各位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你要是跟到像陈立豪这样的老师哦，真的，哎，我跟你说过，我学过心理学，你知道吗？这些三大法人主力大户要骗我很难的啦，很难呐。我是谁？我是一流的老师呢。所以各位，当初我不是跟你讲吗？千真万确，真实富贵，光四星 KY 我们的累计就16910块的价差了呢。力旺我们的累计也是17510块的价差了呢。金星科各位到今天，你看金星科到今天已经多少？2118块的价差了呢，对不对？我不会跟你骗啦，我没跟你骗啦，客家话叫做不会让骗啦，不会骗啦，听得懂吗？我是谁？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在股市35年了。各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 全部艺人里面最有钱、最有钱、最有钱的大概是林瑞阳嘛，对不对？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哎，这我这他都会认我当好朋友了，开玩笑，我这个人就是不造假、不作弊，这么的坦荡荡。各位，你看，真的、啊，对不对？跟你说过，真的啦，我不会骗你啦。我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就跟他一起呢，穿着跟内衣，对不对？在一起吃饭的。对，你看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呢，对不对？这是他老婆嘛，对不对？他传给我的，你看都穿一样的衣服。虽然他比我帅了，但是各位，你看看人家把我当宝一样呢，对不对？我随便要跟他讲哦，调动个十几亿、二十几亿 ，OK 的，没有问题。他很有钱，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啊，我们也不会差他到哪里，不需要啊。但是各位，做人要有诚信。人家会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各位真的，我是觉得啦，做股票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只要实实在在就好了。每天打电话来要股票，要股票，要股票。各位，你盘中4.5小时你不懂得怎么进出，要股票有什么用？对不对？每一档股票都有名字，每一只股票都是名牌。你买错时间点，那就叫烂股票；你买对时间点，它就叫名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你自己去想一想。你要懂得买进，你要懂得做空，哎，懂得出场，你要懂得放空，懂得回补嘛，我都验证给你看了嘛。各位，你敢去放空四星 KY 吗？1000多块，你敢？1300多块，你敢去放空那个四星 KY 吗？你看，各位，当初我跟你讲，四星 KY 1200一定会到，它不但到了，还到最大1335，对不对？1300多少？1335。那各位，有些人上来敢去空，你敢吗？各位，空到今天最低，你看1245，你敢去空吗？你敢去空吗？如果我跟你讲说我的有些会员也有空，你要相信吗？而且今天我也建议短线先回补啊，真的、啊，你会相信吗？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真的你不要真的有些很多的股票怎么进怎么出，我心里一把尺，我很清楚。老师的尊荣会员，把资金准备好，对不对？我今天不是跟你讲吗？把资金准备好啊，准备到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我股票都准备好了、啊。各位，你看我今天传给最后会员的，有没有？有没有？会员注意，现在请大家保留资金到下个星期，今天我们的动作就结束了。各位，你再看这一通，会员注意，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建议的价位是越来越准确了。而且也有做多，也可以放空两边做，所以还没有去开融资券户的人，赶快去开。我就是陈立豪，
我还建议我的会员赶快去开融资券户。我有些新的会员他不知道我的做法，他说老师啊，我做股票都用现股呢。老师，我做股票都用现股去做呢。很会，你很棒，用现股又怎么样？你在股市做股票要懂得赚钱啊，钱赚钱啊，用现股做不一定好啊。你要懂得当冲，你要懂得短线进出，你要懂得来龙去脉，你要懂得去做多放空，都要做。我教你，要做多也要放空，不要呆呆的只有一个方向。你如果呆呆只有一个方向，你遇到趋势盘你就死路一条了，听得懂吗？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各位盲点测试嘛，你要找谁？找陈立豪，其他老师你不用找没关系，找陈立豪，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各位所有会员都在等你，如果你真的要一通电话，我的侧标打了这么久，这一档你绝对要有，好不好？你扫一下就好，留下你的电话跟姓名，一定要有。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金兔要动迎新春，188如意开运专案，让您红兔大展，福到财也到。财神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在台湾做股票你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被欺骗，不要被糊弄到。我跟你说过，你真的要选择一个老师，你不见得要选择陈立豪，但是我奉劝你们盯着一个老师盯一个礼拜，从头盯到尾，你看他在讲什么，有没有做到。再来，如果各位你有参加别的投顾老师，你请他跟陈立豪一样从头到尾用手机验证，你就知道谁是真正股市第一名的老师，你可以知道真正在股市里面一流操作的手法。我跟你讲是真的啦，各位，毕竟你们赚的钱都是血汗钱，对不对？赚钱这么辛苦要干嘛？这么辛苦上班要干嘛？就是赚钱呢、啊、赚到钱要干嘛？让自己快乐啊，高兴啊，买车又买房啊。那各位，你如果进入股市，你真的是反其道而行，真的你在那边整天在听故事比赛，整天也不知道干什么，在寻寻觅觅，那干脆退出股市不要做了，真的，你相信我，这样子你赚不到大钱，你没有赚大钱的命。那各位，我现在跟你讲，你选择一个老师，你去找他好不好？那个人叫陈立豪，就是我，你来找我，我可以帮到你。很多人一下这样，先生要做，一下太太不要做，一下太太要做，先生不要做啊，干脆两个一起看电视节目看一看，到时候他们就决定要做了啦，真的啦。
好不好？因为没有赚到大钱命的人，他们不知道赚大钱是什么，要高兴，要到底是什么滋味。那各位，你就试看看不就好了吗？所以各位，你要股票有，扫一下 QR Code， 这一档绝对要有啊！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你如果要跟着陈立豪在盘中四个半小时，带你带进带出，那各位，我自我推荐，全市场只有我做得到。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各位，祝你们下个礼拜操作顺利哦，好不好？注意身体的健康哦，哈，赚一些钱好不好？犒赏自己好吗？就不用眼睁睁看到人家什么年终奖金，自己赚年终奖金就好啦，好不好？祝你们下个礼拜操作愉快，赶快来电，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